我异常愤怒，怎么这么憨呢？感觉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不要考验我的耐心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先打了他个25法力流系带，哇，能天使，全军出击。咋没声了呢？我寻思存在着不朽。不，我才不去捡那个球。不给改点动作啥的吗？变个形啥的。需要25法力流系带。幺三，他们的死亡就要降临了。我已守候了数多时。哎呦！别管狠不狠，瞅着就挺吓人。我度过了许多岁月，你瞅着就不敢往里进，你敢进吗？我们现在回家呀，没啥能干的。你们的灵魂将会被女神称量。落手上没上过比赛呀？落手不经常上比赛。有一阵儿那都是得办的，那英雄世界赛都得办，上单两个英雄，一个奥拉夫，一个洛手。幺三，哦，让他回家。我都不带打断你的，你不打我，我就不打你。你打我，我也不打你，因为我是个弟弟。
回家了。先来个西地海，永远都不会停息。Double kill。笑死了！不弱无力，为了恩赐，我愿意前往。我奉劝你不要再过来，我跟没跟你说过你别再过来了，我跟没跟你说过，我跟你说过了吧，为什么不听？哎呀，我十二层，我操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我得要十二，我得要十二，你别没完没了的啊，我给过你面子。丢脸，丢死了！耶，那生与死之间。在这不朽，E了就没蓝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我感觉好像E了是没蓝了，所以我没敢放。而且他那个血量，一看就是 A 一下就能死 ，A 一下接个 Q 就死了。但他钻墙了一下，这我没算到啊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算了，我不去。哎，我去。幽灵，谢谢你的蓝 buff。
确实是恩将仇报了啊！我像个傻逼。这是蓝凯是红凯呀？是红凯应该是。没事，我吸蓝刀。永动机了，凋零。我的十二层啊，太追呀，凋零。给我了吧。加十二。凋零，加十二。这女枪是 AD 是吧？凋零，给我了吧。长不长？去吃个小鸡儿。吃完脚筋儿上路吃冰，
了吧？给我了吧？给我了？给我了吧？给我了吧？给我了吧？我操！给我了吧？这走位咋没走开呢？往回走，摁回去了，鼠标啥玩意儿了呢？扭一下不行，斜角不好扭啊。他肯定要往前放 W， 完事我往后边摁了一下子，你看着没？没拐回去，不知道咋回事。上来干啥？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不朽。既然这个样子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一波矿了？吓我一跳！隐藏R。我不在上路带了还不行吗？我去下路总行了吧？我能去下路不？这我来上路收会儿兵啊，这人这个多呀。狂吗？我操！狂什么呀？这跟我狂！我不明白这跟我狂什么东西。再给我300Q，我们就出山。
就我本身就补刀就不行啊，就不行，就不让补。先去打个石头人，我把我们家野都刷了吧，反正这野我不打也没人打，我打。真适合尺子，适合什么尺？这玩意儿呢，一分钟一个，很快的。打个鸡，别碰我的鲲。本来还挺喜欢你的。一群搞着。最后吃一个饼，你们别来找我，行不行？初三了，虽然我的这个抠啊，它抠出来了，但是呢，我的装备没够，我现在最多一个抠杀一个 ADC， 想杀落手还是费点劲。去下路吃个600，兄弟们，石头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我很充实啊，我们即将迎来清算。你无聊，我不无聊啊。看我一个 Q。
秒掉他。钱不够。幺死二，幺死二。投降。如果找警察有用的话，老铁又怎么会懂？